哎，好久没有炸山洞家了。该是处理一下的时候了。这边只用蹲的，蹲着贴着右边走。睡哦。哎呀，他好像是盖双层的、哦。真的双层的。这边可以透过去。没有 C4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，如果有，就再加上 RPG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开铁的，的哎，开了，哎，箱子，哦，TC 在里面，哦、哇，好多油哦，30000油哎，靠，哇，硫磺。22万，然后碳直接不缺，然后14000段废料，光这两个箱子直接赚，哇！光这两个箱子就直接回家，这是鬼吧？这绝对是鬼，他很帅，不行，我要换他身上，绝对他妈是个鬼，他长得太帅，那这一身装备我是要定的，6000多高金，这绝对是鬼啊！这副也都是鬼啦啊！他应该有炸台吧？他没有炸台吗？往上炸，上面还有空间。开了！哇！上面有箱子。哇！还有人呢！看，这一定有料。哇！干，好多箱子！等一下，有一些箱子掉下来了。子弹。哇！枪哎！六个 C4。一堆 RPG。24 RPG，然后炸药包，200多个炸药包，直接起飞，原地起飞啊，当场起飞啊！剩下给你拿，剩下给你拿，太多东西了。我一个就地起飞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老师的，好烦哦！我想回家了啦，太多东西，好烦哦。好呀，是鬼吧？哇，250个金属管。又起飞了，一分钟之内128个电子零件，哇！一分钟之内起飞三次，有了有了，血海了血海了，赚烂了赚烂了。这个家有没有比刚那个家有钱？但我觉得有哎，他光是这边就20几万硫磺了，然后又6个 C4，然后又一堆 RPG， 20几发 RPG， 太扯了吧？到底是怎样啊？这些箱子还没有料，看一下这个能怎样。一堆枪塔，哇！他们是农夫但这边有 M29，又他妈一堆枪塔，有点帅啊！这小哥有点帅、欸，哇！这什么东西？宇航服啊！哇哇！你要穿穿看、啊，哇！真的是直接起飞到外太空嘞、欸！哇！这是起飞的象征啊！还有箱子，靠呗！我靠，都是一些装备啊！没有，还有箱子，还有箱子。靠呗！我一瞬间起飞了，靠呗！按到一，我装备被喷走，靠腰你！哇，到时候以后那个以后你开箱子要大叫，然后转过来看我，我直接被你。都装备啊！所以这一栋是怎样？这一栋，哇，外面是石头呢。啊？它盖破破烂烂的。看一下，没有在腐蚀。我好像听到里面有熔炉在烧、这应该是故意盖的，像被超过一样。它前面那两个门看起来虽然是好像被超过，可是。它核心都还是被高筋封死了，而且没有在腐蚀啊，这应该是假的，很可疑啊！这里面熔炉好像在这边烧，炸开看看。
哎、欸、，TC TC， 等我再发 RPG。哎，所以箱子箱子箱子，龙物在烧，果然。哎、欸，两万硫磺，六万还没烧过。哦，起飞，三千高金，十三万的碳。有有，箱子一个空的，两个空的，哇，哎、欸，124。还以为他盖的 像被超过了，没事哎、欸。哇，他盖的位置蛮屌的，这洞长得蛮帅的、欸。不知道在该扎进去解析一下，不知道在秋几点的、欸、这个。哇，我又有摄影机呢、欸，很凶哎、欸。上面都是电路，没有陷阱，可是它有四个风车，代表里面应该有一些什么电力装置。又有熔炉呢，我靠！哦，看一下啊，有没有陷阱啊？没有陷阱，你们是大开的，没有门，开关在这边，下面也是大开，没陷阱，把它关了，没陷阱，那它这开关是干嘛用？可能什么灯之类的吧。哇哦，冰箱！哇哇哇哦，这是哇哦！这边会不会太舒适啊？哇，五万多的铁，有点东西。装备，冰箱看一下，一箱。哇，都是生肉啊！食物给他吃个两口啊，当自己家、啊。哇哇，这边监视器也靠腰，哎、欸、等一下。他监视器好像没有连上，靠北。哎、欸、，TC， 看一下，22铁，有有，这一家终于没东西啊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啊，终于有一个乞丐窝了，太棒了。下面还有哎、欸，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哦，哦，箱子哎，哦，不过应该没意外都是空的、啊。哇，十八个零件！看这个人的家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啊？超鸟哎、欸！哇，100个炸药包，两个 C4， 哇！原来还是有料了吗？一万硫磺，700多的火药。走小运气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破家。